是专业，也有特务。桃园市政府文化局都赶快关注他的粉专，感谢你。好，我们的这个义政大会演哦，今年的卡司也非常坚强啊。对，我们因为每一年哦，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局闽南科真的是绞尽脑汁，因为有很多喜欢的朋友，喜不会锦鲤，每一年都来给我们支持，所以。我们为了推陈出新，不能让大家发现说怎么干股民赶快，所以每一年都要有这个新制作。啊，听说我们今年这个义政大会演的卡司嘛很坚强，很坚强，有碰狗，碰狗，啊，还有在这里柯大宝，哎，哦，还有陈梦贤，有，还有偶像，还有偶像，哎，我来听到恁在跟他慢慢拍，还有偶像。安尼比较精致啊，对不对？有啦，来，没错，刷落来，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翁玉君，要准备来舞台上喽。来，你今天破下欢呼声，来，好，咱的翁玉君都来这条 ，Coco。掌声欢迎。蹦蹦蹦，喜欢给你点了，谢谢啊！再次欢迎玉君，谢谢。我们现场朋友问个好吧，来，好，我们现场好多人哦，我们所有的朋友，还有我们台前，还有我们很后面很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超级红人榜的翁玉君。哎呦，怕婆啊，这吹的，谢谢，大家来爱欢呼声，来欢呼声，这。我们展现一下。再来几盖来欢呼声。歌名要一人抵百人的尖叫声，可以吗？有办法吗？我爱你，我爱你。
哎，王玉君，你安尼爱炒三四百个啊？我感觉你今天有吃汉堡呢。吃汉堡？嗯，有吃汉堡。有吃汉堡，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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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汉堡无？我唔知。哦，爱吃汉堡啦，对不对吼？有啦，有吃饱啦，大家拢有吃饱，吃到出欢喜。我是啊，对啊，来来来，玉君今天来桃园，感觉不太一样，对不对？哦，对，是，而且今天其实我觉得晚上这个时间还蛮舒服的哎。啊，凉凉啊，这里凉凉，好安尼就好。天啊，不会热，白天。就是足翕的啊！对对对对对，啊！所以你即摆来到这唱歌，你感觉讲哦，心凉鼻透灰啊！哦，今天尤其是看到大家，而且我肚子饿了。我知道了。刚刚他都要在盖销吼，是要在介绍哦，那是每一道菜都是我们中后塞的这个呕心沥血精髓，对，水中的精髓。哎，谁让你过去讲啊？这好台语唱歌唱啊，这好听啊！哎，是吗？有啊，你来跟大家讲一下，到底安怎练习？你的歌才会使唱了遐好听，那观众会要对你有歌呀、啊，对不对？无啦，大家的特色都不一样啦。哎呦，我这个特色不一样，都跟咱的中埔菜、九路菜都不一样。是，大家吃做花样。每个功夫拢无同款，真正有哈。哎，啊，即摆魏军最近哦，听讲话那嘛是真活络哈，爱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除了来现场演唱以外，也阁有真重要的，下礼拜六礼拜对不对？伫个咱的桃园闽南文化节阳光剧场这边嘛，有咱这个啊义阵大会的夜灯大会演对不对？听讲你伫内底嘛是主角之一咯。我就紧张咧。还是哪只紧张？我会背剧本。哎呀，透露一下，因为那个跟一般单自己准备自己的单曲播赶快嘛，差很多。我一开始以为我只是上去唱歌，然后所以我就很开心，就说好啊好啊，上去唱歌啊这样，然后又可以看表演嘛，因为当天是民俗嘛，对，多的多义阵，多义阵，所以我自己本身又是像以前我大学研究所都是研究这些比较传统技艺的，对，所以我对他们就很有兴趣，是是是，对，然后我就想说哇太好了，结果没想到我拿到东西的时候，天哪，剧本杀爆了，杀爆完了。我可能不记哦，不记哦，能笨呢，哇，太厉害啊，会了没？我感觉背歌词啊，简单呢。歌词，因为歌词哦，有的东西只有一寡迄个下文，阿那伯都是在平仄嘛。是啊，旋律啊。是是是。没有啦，我觉得玉君是客气啦，就先跟大家讲一下，怕说万一到时候那个大家觉得说，哎呦，好像唱歌比较厉害，可是其实要这个算是类戏剧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形式，其实很有难度的，对不对？用舞台剧对不对？对对对。哎，我靠，碰过讲王玉君拢无认真。他看好科大的。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因为这次又跟碰哥一起，对，那碰哥大家都知道嘛，他是导演呢，对呀，对，他很活，是，但是我比较太乖啦，对，太乖，我反应不过，很怕接不到他的球，对不对？对呀，对，就是这样。今年男子徐孝顺，徐孝顺的球你更加接不到，真的吗？对啊。昨天刚到躲避球，你不是躲避球啊，你是高速躲避球。高速躲避球，对对对对，它会旋转的是吗？每一集咱做固定就是塞吼，伊就问我讲，无你头前个9998这车牌，你编一个故事嘞。我讲有一个人哦，伊去到这里啊，这里咱那有乐透店嘛，对不？买一个9997，结果伊考出来讲，他那是9998，我中100万啦！啊，伊就甲拍婆仔讲赞。安尼会使无？安尼即摆是我家己泡泡啊，对啊，就你搞泡泡啊，来泡泡啊，泡泡啊，安尼大家拢会欢啊，对不对？对，我知影是安怎，袂使做迄个演戏的演员啊，太跳痛，是是哦，都不照剧本演。安尼爱听啊，你咧？我，你有想要做演员无？不要告诉你，不要告诉我心中的小秘密。哎呦，小秘密，为什么要心中那种贼羞秘密啊？对呀、啊，说不定之后我们也可以往多方面发展，对不对？有新艺人，对不对？哎呀，玉君，你最近搞什么新的这个活动，还是讲新的独钓到阿弟白玉，还有新的这作品呢？应该是讲我有我的首张专辑。首张专辑哦，来这一定要掌声鼓励。太好听了，来来来来。现在我们的歌手真的在台湾的歌手其实好多好棒，我们都希望大家能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一下，对不对？错，对，我的首张专辑其实已经在去年底发行了。还是给你的。给你哦，给你压个的怕别，要继续宣传。现在才上半年，你在急什么？现在上半年，不，我这样做急的，我这样希望今年要出两张的。另外急，另外急。我觉得要趁现在，今天刚好现场有很多朋友，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因为这张专辑，
能够诞生非常不容易，里面有十首歌哦。然后呢，我很希望就是这十首歌都能够被听见啊。十条歌每一条都好听了，所以起码就是讲咱两个麦克风话啊。好，一首十条歌嘛。哦，你安尼讲我认同。啊，让大家继续唱歌，安尼听咱王玉君唱歌，大家听好不好？没有啦，我还有要说啦。啊，你还要继续说啊？对了，就是希望说，大家都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哎，给完你哪个在宣传哈？怎么样？宣传要继续宣传啊，让更多人听见。好歌就是要继续宣传。有，对对对。然后虽然我一直在宣传，感觉已经跑了半年了，但是就是希望，真的希望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节目上面，能够让大家听到我专辑里面不同的歌曲。是，所以无同款的歌曲，无同款的歌路，希望大家都会使爱歌。我们的王玉君来个好不好？哦，那接下来一定要分。